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夺取人数之力。哦，八封，八支、五支、三支、二，八支、五支、三支、二。好，基本上已经倒数第二关了。那这个两秒转珠 ，OK， 有两秒吧。加上我们三到五 combo 也无所谓。哦，两秒转珠也可以转到九 combo 的，就是非常一个神奇的现象哦。这个我们尽快到下一关会比较顺哦。由于你秒数短，所以只能用叠珠哈，会比较快，哦，叠珠比较快一点。当然也要运气好了，有些时候你想叠还叠不出来啊。哦，很顺利的来到第二关哦。哦，攻防盾哦，这三只 CD 都会错开哦，所以也无所谓。今天就先贬第一只了哈。总之有三只嘛哈，我们就把它当成，因为它 CD 是错开的哦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当成这三只是同一只就好了，因为攻击力差不多啊。想必他一定是打那个血少那个嘛，哦，代表中间这只血是比较少的哦，应该就不特别去解释为什么了哈。哦，这个我们路西法跳起来记得按一下哈，哦，百姓常常会忘记。欸，留一次给我哈，哦，拜托，哦。会不会太刺激了一点啊？我的魔力刚好还没开耶。哦，现在我们就尽量绿珠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送走他。好吧，算了。虽然说这一关是无视减伤啊哈，那个照扁，好不好？照扁。好，多一点光珠留下来哈。然后这个开毛伤机，露娜，这个大圣。加妲己哦，妲己我开下去，因为我不想浪费龙科哦，龙科可能到后面我们还是有需要用到它的地方哦，所以这时候我是没有开的哦。好，哦，这个248万6950滴的血量，我们一波的攻击力如何呢？棒！大概1、2、3、4，哦，大概算100万就至少500万以上的攻击力哈，哦。啊，现在由于这个攻击力还存在它的话，我们可以这个，我不建议开元一金哈，哦，因为我怕威力太大，所以我自己手转哦，把其中一只 K 掉就好。哦，撞到，哦，停止腐蚀而已哦。目标是一只，好，哦，没关系，一只没死没关系，不要两只一起死就好，这是我们要的重点。
所以这个力道在拿捏是非常重要的哦。差一丢丢啊！好，一直处理掉了，基本上现在就是可以轻松打了。不要天降啊，是怕他很可怕的天降而已。好像刚才在第二关一样，一瞬间就把他送走的那个状况一样。这个扶持的话我们可以用撞的，因为他不会扣血，所以可以尽量撞。小小的消一 combo 哦，可以减少他死亡的一个状况。现在等妲己哦，妲己跳起来了，那就是可以把它处理掉哈。记得风化腐蚀都要消哦，不然它会造成哦你在下一关会有障碍哦。接下来越战越强，金。西第二。怎么那么多天降啊？这边的话，一波带走他。大胜。好，记得开龙科。按住要消掉，我们不能有按住了哈，有按住是禁消的。哦，但是为什么我又有按住别在上面呢？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的。因为我按出可以交给元婴金来转，所以，但是现在我们不能一波带走，现在如果一波带走就很危险，因为下一关的时候是强化盾反击哦，所以我们尽量把这边全部都切开来。哦，五回合哦，按出是不能消的哦，各位记得，所以我放在这边它是不会消的哦。再放一个暗珠哈，哦，这玩法比较特别，因为我用元婴金去转，但就暗珠就可以消了哈，这玩法是这样哦，给大家参考一下哦。
说是参考啊，其实真的要这个打法，不然你一层会打死自己吧。好，威尔过去了，基本上神魔之塔也出现了，就是神魔啦，我们只要出好CD就好了。还有257万的血量哦，慢慢打都没关系。可以看到我已经尽量把力道弄小了，可是他破血的速度还是蛮快的哦。慢慢把它摧残死就好了哈。下一关的话，强化盾反击哈，就是没有强化盾它会反击，所以基本上你一定要留一颗强化的哦，留一颗强化补血。如果没有留的话应该也是不会死的，只是我建议各位还是留一下。哦，这个很危险，到时候天降爆了，把我这一颗弄掉。换藏在右下角。刚差点自己把右边那一颗削掉，再做一颗强化如何呢？哦，我们做双重保险的，哼，你让天降把你强化物质削掉了，好，为王。哦，只会受到强化物质的攻击伤害哦。如果不是强化符纸会反击哦，我没有强化暗跟强化光，所以都没有问题了。哦，一波把它带走哈。来吧，为了耍帅，我们再加个龙科好了。看看我们这一波有多大的攻击力呢？撸到了，快断掉！来吧。欧啦欧啦 ，Attack Bonus！ 哇，一二三四五，大概5000万的攻击力哈、哦。那个嘿，打到他脸都歪掉哈、哦。好，以上是这个8只、5只、3只夺取元素之力的一个通关示范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